看，你也去组装车不？走。扛得起吧，小西。这个不好拿，上次被学员他们拆开过了，因为他们等不及嘛。但是我们这几天就是一直在忙着发货的事情，然后没时间把这个。今天准备帮他们组装好。这个全在上面的。你会组装不，小白？这个感觉有点复杂了。不知道哎。试一下吧。小白同学，烟就好了没有？开工啊！快点，天都黑了。第一次组装这种单车，几个单车没组装过单车。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是个200块钱，应该是。问一下他吧。去年我妈妈给博弈买了一个300多块钱，在实体店买的。哦，这个扳手真的不好用，好刺哎，这个好多要毛刺。哎，有点反应了，开始有点紧了，就这么高可以了哈。嗯。高一点吗？可以了。哈哲，昨天还有阿姨说，她说你怎么不去那个澡堂里？今天你就装进澡堂里了是吧？宝贝，宝贝，我追过去了咋？小心一点哦，好不好玩？这是给猪洗澡澡的哦，你跟姐姐都喜欢在里面玩是吧？哎呦，笑得好开心啊！哎呦。这么高兴啊！哎哎哎，小心一点啊！真的是吓到我了。涵涵，这个车是谁的？你看，嗨呀，快组装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会骑吗？你有那么高吗？啊，等一下，还没搞完，搞完了你就骑好不好？你螺丝没扭好，那不是歪的。所以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我也买一辆这样的车给我宝宝了，你自己才还不会开车，你就想到宝宝啦？没打算，然后我就能拼了。这么小的打气筒啊！打个欠球，你看那么小，他还打到什么时候去了？这种台比较小了。涵涵，车子可以了哟，想不想骑呀？啊，大功告成，辛苦了啊，搞了大半天，小白。你还要骑上了，谢谢。你看，哎，被压扁了。他有那么高啊？你看，差不多啊。
阿杰高了一点点，他差不多。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就行了。男孩，你现在要天天做羽毛啊？不要。小气婆，我们要去买一个新车。录个啥？来，把我们车要买下，好多钱啊？给了哥哥，这个车子坐垫还有点高哦，还挺矮一点。